没有吗？好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安安安安，差一点哦。守灵者，我觉得守灵者威力还不错哎，而且守灵者装甲也算是比较高一点。凶鸟，黑洞炮，哦哟，看起来超猛的、啊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那凶鸟我要换。凶鸟本身运动性还比较高，决定我要给威雷达。为什么？怎么突然变放置型游戏？应该不是这样的、啊。放置类游戏不是通常你放在那边，它自己就会动吗？现在出任务要等三个小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变这样？我出任务竟然要三个小时啊！非常莫名其妙呢。好了，我那个巨盾钢啊，我觉得应该要给它换，算两天一。看一下有谁不会飞啊？因为要拿 DLC 啊，该不会是有那个吧？有那个，就比如说像我之前玩 BX， 就说你整个待机时间啊要多久，还是说你什么什么要多久的？群星传奇有免费时间，我抽了。它实际上那五星只是，最后一个是觉醒的啊，然后前面九个都不是、欸，都不是觉醒的。对，被人说，你在抽前面九个，只是也不知道拿来干嘛了。阿兔，补铁变响戒了。艾克赛琳也不要到白骑士那边。OK， 那个威雷打好了。他有黑洞炮。Tesla。那个嘛，妖星传奇主角，他不是跟另外一个骑士吗？白那个黄白头发的，然后女主角也是拿盾。女主角根本看起来就像一个坦克啊！好了，雷切尔的那个隐藏要素有达成，牺牲一个熟练度。我是抽到那个蓝头发的，好像有某一代主角是他，蓝色头发，然后他会用冰啊。他是那个祭典服装啊，祭典服装，然后蓝色头发的一个男的，我忘记他哪一代了，因为很少看到他，人气说真的不太高。我看一下隐藏要素，OGS 隐藏。26化后分支路线选择，第一条路线28化龙虎觉醒，我方不及这一击 NDC 军的机体就过关，可以获得该化熟练度。那我要选那龙虎觉醒，26化让拉米亚跟一个角色艾克塞尔战斗两次。
哇，隐藏要素来说真的有一点多呢。26话是谁？阿拉德。26话拉米亚击坠打艾克塞尔两次，然后阿拉德要打掉四个敌人。好，其余部分就没有了。好像是重生传奇主角，刚刚称奏子。喜欢机体的时候，当然是 DLC 非常值得啊。就像比如说一个机战嘛，然后他 DLC 是那个马斯汀凯撒、阿巴三那种的，啊我也是会买啊。他好像拿那个类似长枪嘛。因为我在美德传奇那时候挑战斗技场，就是看到他是第一层的 BOSS， 超难打的。他长枪直接过来耍，然后兵来兵去的，然后我就挂了。然后他大绝招好像是，不是他不拿长枪，他拿剑，然后会用像长枪冲锋一样。那时候他大绝招是那个召唤冰风暴，然后之后再跳过来劈下去，然后就一大堆冰块。W 直播 ，SD 钢弹我最喜欢自创，不止 SD 钢弹啊，我超多游戏啊，都最喜欢就是自创角色。要创多少有多少，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看到，要创多少就有多少。因为通常不都是主角机自创，然后这直接变成说自己要创多少就创多少。哎，你其实玩的如何哦？哎 ，bug 还是有，就像是我在地上啊，有东西点不起来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人物啊，路人他会穿过我。啊，其余部分的话，啊还有啦，那个警察他是瞬间移动直接出现的，我觉得这点做得蛮意外，蛮非常莫名其妙的。那警察怎么会直接凭空出现？因为 GTA 警察也是从远边巡逻路过，然后直接过来。所以像你一些很偏远的地方，警察基本上是到不了，或者说根本就没多少。2077啊，就是你可能才刚犯罪哦，过不到几秒钟，警察是直接出现在某些不可能出现的地方，像是比如说你巷子里面死胡同，然后你就是从那边突然出现警察，就像这样啊，非常夸张。可是因为他看他后续更新会不会，比如说这些警察本身就有空间移动装置，毕竟2077年要一些黑科技。简单，对啊，对，有时候警察真的不会理耶，因为我有一次啊，就昨天有一次在开车，然后不然撞太那个，因为他车很难开，然后撞下去的时候把那个警车撞到，然后就我想说啊完了，要重来了，结果警察竟然不理我 ，BGM 随意换。随便用哪一个作品的 BGM 都没问题。入选能力比不高，要点 PP。这代 PP 是用 Money 哦，看起来好像 SC2 哦。还没有 SC2 分开的，是像哪一个？好像有哪一代也是一样，就是养成的都是要用 Money。还遇到人物哦，我目前我还没遇到。昨天玩了三个小时，还没有遇到人物不见，用钱查能力就是啊那个啦，钢弹极限 BS 用钱去养成的强化。
我2077后面看蛮多人就是说自由度没有到他当初预告这么好。在大地图的时候像 GTA， 然后在捡东西或整理装备的时候像天外世界，还有那个能力值调整，射击的手感很多人是说像 Far Cry， 可是我看起来也不会太像 Far Cry 啊。反正很多射击游戏其实都这样。反正刷同样关卡还算 OK 的，只是因为他看他后续要不要更，就后续会不会更新啊，持续的去更新。如果持续更新的话，预计半年内就会变成完整版吗？W 系列，钢弹 W 系列，对，他说学院的那些人造人，对，我也觉得说很 OK， 尤其我们这些，我们是白嫖的，我是白嫖的，对我来说不管怎么样都 OK， 这代不像以前只有舰队新增游击队，啊，你昨天说过吗？之前看你玩那个 HD。世界啊，超越世界，好像就是这样，就是舰队，一艘舰，然后旁边有四五个。我之前玩 SDC 的，好像也是啊，就是一个主舰，然后好几台出来。游击攻击是怎么样啊 ？Completion， 对，就像巫师三啊。有没有？他不是有那完整版，就是包含邪与酒跟十字架。牛派侦探，为什么阿拉德不会被洗脑啊？超扯的耶，布朗佐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是那个什么特朗普？巫师三是年度最佳版。就类似那样啦，啊 ，Completion 就是完整版啊，就集合嘛，合集。对，年度最佳游戏还真的被那个《最后生还者2》拿走，哎，好扯哦，而且还超多的，哎，超多奖项，很多人觉得说很奇怪，像那个什么最2019年最创新的玩法。他有哪些创新玩法？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看，我就当初他刚出，我看一下下，然后我就觉得不想看了，不是不想看，就没有吸引我啦。然后他有很多奖项，很奇妙，这最猛的、最美妙 BGM， 还有最佳剧情。剧情狗血度来讲，这真的是根本就是那个台湾八点档啊！要不然你看台湾八点档为什么都可以几百集、几千集，收视率高得很呢？游击攻击是游击队四人旁边蓝色区域的小兵自选攻击。像那个阿法2阿法3吗？游击队啊，还是像 AX 啊， AX 好像有资源攻击嘛， BGA 人气角色。为什么他最强的角色啊，是最那个演最好的，他好像是说2019年就是演戏最卖力的就是那个金刚芭比。欸，话说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称了，我只记得他叫金刚芭比，艾比啊，艾比。
金刚艾迪、金刚芭比，他叫阿拉德。因为我只看到那个什么乔尔夫球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戏、小小的那个片段。说真的，我完全我感觉不太出来说他可以拿到最佳演戏奖。他那个好像那个人气角色啊 ，TGA 人气角色，他那个得奖就是讲说他演的最用心、最卖力了。啊，对，2019年应该有很多游戏啊，都是啊，都有出现啊。不过他是有那个真人建模吗？是啊，哦，这次是2020哦。哦，对对对，今年是2020，已经要2021了。我还以为还在2019。不过他如果是用真人建模嘛，那这样代表说很少游戏可以像他这样啊。那所以竞争者就不多，因为大多都是直接用那个制作的游戏制作出来角色。竞争者不多，如果得奖的话，真的还有一点点几率可以得奖，因为2020年没什么竞争者。他那个真人建模，因为之前就人中之龙他六，他其实有很多真人建模，藤原龙也啊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个人都有去在里面建模。是啊，然后从地魔二那时候快结束，那时候我好像挑战死亡模式还苦行模式的时候看到你，苦行模式啊，对，苦行模式开始。那时候在打那个婴儿，还有那个蝴蝶王，然后苦行模式，蝴蝶王也，我觉得里面所有 BOSS 最弱就蝴蝶王。我从头到尾用那个死亡风暴啊，麻痹风暴，那个蝴蝶王就一直抖，那边一直被麻痹，然后之后就直接搞定了。然后后来玩那个死亡模式啊，我想说不要用这种偷吃布的方式好了，我试试看，就是真枪实弹去打。一开始我觉得说还是容易被干掉，然后那时候我读取了几次啊，然后就开始摸透了，左轮六发打到子弹完了，然后之后接下来换其他子弹打下去，很快那蝴蝶王就挂了。我反而觉得婴儿王比较难，一开始一定要先打他的屁股跟他下半部腿部，对，抓到诀窍。不打他的那个腿部啊，说真的他移动速度够快，那随便放个几招你就直接被干掉了，而且绝对不能让他胸口先出来，胸口先出来腿没有缓速一定被打，一定死。所以那时候 Zero 都有推荐我说学那个火焰最大就第三招，全范围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很快那个屁股啊、尾巴、手臂、头跟腿全部都打掉，幻之极罪王。阿拉德现在要变成幻之被极罪王吗？好用的啊。一模二真希望说出个移植平台也好，不用重置，来个移植平台，然后加中文化。40分，哎，龙胜竟然打40分，比想借多一倍，10分封顶。卡奇娜最严格欸，欸，可是我记得阿拉德跟那个塞欧拉他们两个不是合体技有用光速武器，
你们都是推荐自己的机型，古铁，他还是适合古铁那样的机型。好，太好了，就因为顶这句话，等到你换下来，我一定把阿拉德换到古铁上。哈弗雷德涂成红色，专用漆。前面我是有给他用一下，我整个我一那时候一模二玩到死亡模式结束，我要看那个数量就分数计算啊。我技能用最多的是小范围的震荡波，那时候用小范围震荡波躺下去，很多怪物啊都被我直接震倒。因为发动够快，消耗够少，有时候来不及躲啊，或者说要被干掉了，马上赶快发那一招，然后把 BOSS 或者是小兵直接散开。26、27、28、28化龙虎觉醒，南叶之出现了，想借第一次露出非常可怕的脸。为什么看起来像沼泽？那个南叶枝啊，为什么看起来超像沼泽的？阿拉德，我记得他吃了没事。不知道拉米亚吃会不会吃？开始了，可怜的拉米啊！该不会是塞奥拉？他根本就是不会料理。三四的二号机、欸，等一下，三四二号机，一号机，古人加注的三四是那个 Zinga 吗？那二号机是谁啊？这些话的对话蛮多的耶，气力应该120。我记得 OG 的时候，
集中攻击啊 ，Blade！ 真的，气力直接出，其实120。 安安 ，Hello， 欢迎来收看啊。哦，你是说那个2077那个吗？那个实况组就已经开25个小时的，真厉害啊！ 对，我记得隐藏要素好像是说阿拉德要跟谁啊？阿拉德急迫出奇配置敌机4台。好，我先存档。安安的雷光，现在快要到龙虎王了，再两话龙虎王就出现。 集中消耗15呢。对，这一场战争只有2个，有点少。他现在在直线，之前支线蛮多的，支线比主线还多。 因为其实像当初巫师3也是啊，巫师3当时人气突然变超高，巫师气力，然后许多人去玩了巫师3，然后就都给很多负面评价，因为他们都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游戏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跟落差很大，然后这次2077也是，支线是比主线多的，导致于说很多人只玩主线的哦。 他会觉得有点短，14个小时，就快一点的话，14个小时就破完主线全部，啊，然后稍微普通玩的话是20小时，主线不长，可是支线蛮多的。我昨天玩一玩，还看到有个火烧那个啊，鬼兰帕会啊，真的有一个叫鬼兰帕会啊。 有一个他那个就是因为他机器嘛，下面就安装那个机器，然后结果他那个就开那个浴火焚身，就是下面过热啊，然后要爆炸，我觉得有点好笑啊，还没跟雷光恩，应该有听到啦，刚刚雷光应该有听到。 3399，这是个对称的数字哎！啊，我觉得阿拉德可能要趴掉了。<笑> 读取，开那个布局啊，阿拉德就这样被干掉了。
打一下支线，再冲一下主线。我像那个看门狗，我也是、欸。我试一试打一下支线。哦，不，因为有时候，因为有一些那个观众啊，他可能就是去用什么事情。啊，有些观众像我，有时候看其他人实况。对，趴掉。我有时候看其他人实况是没有开声音的，就单纯看那个荧幕，看那画面而已。所以我还是就打字保险一下。对，刚刚爆掉了，我要读取啊。目前是用模拟器啊，所以读取还算 OK。海 B， 真希望能够用海，早知道我应该给他上海 A 的。sale 了，是我 sale 了。啊哒！是你，我要把你干掉。哎，等一下，剧情的吗？因为他说初级配置要打败四个敌人以上。哎呀，该不会要重来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我要拿隐藏要素啊！这几关隐藏要素很多，好像就有三四个。哎，初期配置，这感觉好像那个，我先存档一下。没错，夺魂者。而且他为什么是开那个破盾者啊？破盾者激战 A 有，破盾者是激战 A 出来的吗？是夺魂者没错，不过他现在好像开破盾者，所以 OG 他本身他的内容啊，都跟原版的主角吧们啊都很不一样。他说初期配置要打败敌人四台啊，所以我在想说那个初期配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刚刚那五台我就要打掉四台以上？还是说我在这边在与 Zeola 临接前达成啊？果然，好了，那我就在这边等吧。哎，龙那个 Zeola 要怎么办？他好像会自动直接跑过去，幻影枪。没关系，反正被打人痒了，一千多滴哪这哪里痒了？对，为了隐藏要素，对，一直这样读取，大量新魔物登场，是啊，是说的也是啊，
希望那个 Sora 不要自己过来。 我如果改机体的话，的确蛮简单的。不过我想要顺便挑战一下，看看说我可以打到哪里。等一下，希望那个 Sora 不要自己跑过来，这样我会有点囧。PC 版。 我比较期待那个物语，因为物语一代啊，我那 3DS 它有看到中文版的，可是它 3DS 模拟器去跑，它根本就跑不动。FPS 从头到尾不超过5，超惨的。手机版是有啊，然后现在我也可以截取那个手机的画面嘛，所以我模拟物语一啊。 到时候应该就是只用手机版。哎，我刚刚有开布局吗？没开布局会被打死啊。嗯，不改造是很难打 ，OG 外传更难。因为如果我现在啊，连这个程度都打不赢。 那我 OG 外传，我就算改了，我想也根本就是破不了关，因为 OG 外传难度真的非常高。对了，你不要闹了。 欢乐游戏非常不 OK 吧？我刚刚不小心碰到那个，对了，34000滴，主摇，欧派在那边摇啊摇。话说2077，实际上你也。 看得到很多路人的欧派，可是你自己的欧派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你在捏角色，到底是捏来干嘛？133，是的，不改造很容易被敌人打到。 必中，也必。啊到。OG 有泳装，你是说那个 X Omega 吧 ？X Omega 好像有。这个，这边4800多。啊到。 搞不好会有一个 mod， 就是改变成第三人称。重点是目前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要支援那 mod， 没有的话，那我觉得一切都等于没戏。巫师三，他指定没有工作坊，可是他有另外的 mod NNN 啊 ，NNN 可以去用吗？ 来避看看。哎，确定哦。NNN 很多，现在2077就很多了吗？才刚出1000多哎，这么厉害。分档一下，巫师三有蛮多的啊，虽然 Steam 工坊没多，不过 NNN 蛮多的。对，我有看到，不过大多都是角色的 mod。
第三人称 mod 的话，像上古卷轴，上古卷轴我记得最一开始它好像哦，就是第一人称。他好像第一人称没错，开大绝招应该没问题吧？大绝招应该不会把他打死。等一个月后吧。如果关，因为现在大家在等啊。こちらの方が早い。大家在等说，看他官方会不会提供第三人称。因为如果你有人现在去做那个mod，第三人称mod，然后就做好了，然后官方发布说新增第三人称，那这样做mod的人他会觉得说自己完全白白浪费掉那个光阴啊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去做那个mod，可是还在等说会不会出。如果确定不会出，他们才会去做，三四个月以后吧，或半年以后才会，但是应该三个月以后。700D， 好刚好哦，700D 耶。到时候玩激战 F， 我在讲说我激战 F 跟第四次、第三次更难了、啊。哦，刚好被打700D，这剧情伤害欸。而集中也顶多就是正负30%，角色生成。那是什么样的 mod？好，阿拉德成功。这样初级配置已经打完了。公路。对啊，基本上现在都在挑战很难的游戏啊。我还想说，为什么我都在挑战这一些啊，这些高难度游戏。这些刚刚看过了，生成一堆路人敌人自己也可以，像 GTA 嘛，生一大堆啊，里面有个 mod 好像就这样。杰洛特，这满满的敌人都是杰洛特。回避。那用什么幻影凤凰啊？可我用这个幻影剑就好了。阿吉拉老巫婆。可惜的是樱花他塞欧拉跟阿拉德都加回来，然后樱花没有卡洛特。卡洛德是那个钢弹 X 的，也就是他 WX 的机师，我很喜欢用他，因为他月光炮好猛，地图炮砰。不过阿法外传有一焰消耗，哎呦，打中哎、欸！噔噔噔噔，因为我看门狗可能要加快进度了，剩下好像五六个任务，这个礼拜绝对可以搞定。只是我想说，支线啊，要不要把它解一解？
因为像那个贩卖人口那些，还有军火交易，我其实都还没去干。重炮手，原来不是叫破盾者，叫这个叫重炮手。你们都长得一样啊。哇，100%哎。不是他，我翻译都可以。先回去，等一下，解散，解散，解散。还要跟他打两次。我方援军在后面登场。啊，你还特地去查吗？我看一下啦。26话，拉米亚要跟他战斗一次跟两次。隊長，勝負。It's a 勝負。所以目前难度玩起来是还 OK。哎呦，20,000多哎，不是2,000多，讲着20,000多。阿舍，分身，分身什么时候是随便便就有的、啊？快后去，快后退。他真的直接跑去找那个阿拉德，可怜的阿拉德。而且为什么他的多弹头飞弹呢、啊？他的多弹头飞弹是 O 系的，而我的多弹头飞弹就只能打一个人。惊魂剑，36也打中啊！就是这样啊，我以前还有一趴打中过的，超厉害的。以前有一次好像是玩阿法一还是玩哪一个哪一代，命中率只有个位数，而当时我必须要用那一只来打到敌人，然后我就一直存档，然后读取好多遍，总算那个8%还是9%打到敌人，就是一直读取。他说他两次战斗，看一下。シミュレーション通りだな。两个机体啊，两个机体都可以。一台是那个瓦萨卡吗？还没有，一台是蓝色的。蓝白色不是瓦萨卡，然后另外一台才是瓦萨卡，拿剑的，战斗两次，这样隐藏要素应该算了吧？什么时候布局被打掉的、啊？反正分身超厉害的。啊！不要打我！你们都战斗到多少次了？我开铁屁白白，他一直疯狂开分身，我开铁屁两回合，浪费40 HP， 就从头到尾他开分身就好了。真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浪费这40 HP。啊！结果你说的后方是在这边后方哦，
我以为是在我们后方这边呢，我在想说阿拉德就直接往回去啊。我还以为后方是我们这方，我想阿拉德就往后面，结果现在阿拉德离最远，我看他要被打死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级最低的艾比斯等级最低，圣树跟艾比斯等级现在最低。拉多尼莱龙圣，雷欧娜，蓝叶，拉达。对，他强制出击。大铁应该会讲话。对，大铁最大的这边啊。对，他后面背叛啊。正数有啊，等一下，在最后面，他在艾比斯旁边。你们两个给我回去！亡灵 NK3， 亡灵 NK3。我这边没有亡灵 NK3 吧，该不会古铁他就是亡灵 NK3 吧。又有敌人出现了，那个也要离开，已经差不多了啦，应该是那个原生种。不是艾仰方，哦，夺权者也太快了！激战 AP 的 BOSS。血压上升，温德鲁是的，激战 A 的最终 BOSS。现在应该不会打他吧？我记得他好像很后面呢、啊。夺权者再怎么样也是这次这个也算是大 boss 啊，除了原生种跟监察官以外，这么快就打他，希望他的血量不要太多，不会像白额丑啊。那时候在 OG 遇到第一次遇到白额丑，瞬间直接 KO 了。
雷蒙没出现，雷蒙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是他还是领便当了。十回合以内全灭夺权者以外的机体，现在都已经八回合了，两回合之，哇，加这个，现在都八回合了呢。哪里？啊，我前面拖太久了，这应该是我前面那个阿拉德拖太久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主要是阿拉德为了那隐藏要素。重点是说硫可以合体，先存档一下试试看吧。艾克赛你先冲上去，冲上去挡一下，哦，不行，他这台一定会被打死，太集中也没有用，而且我还给他学补给技能，我还给他学补给技能，我早知道我应该派比较强的。对，多权者 BGM。这谁？卡奇娜。寒影宣武弹。卡奇娜应该会被打死。开铁壁一下，不过他回避力不高，这边随便打就83%。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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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哪叫幻影玄武弹？这看起来明就是在100连发金刚飞拳。35%很少。哇，好痛哦！我开铁壁耶。10D。那7D150是不是？为什么就10D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2500空 S 再怎么样也不至于10D啊，它防御多少啊？我这边的射击是139，防御161，好高哦。它是开铁壁是不是啊？还有 HP 又不小，4300。它招式是不是也太多？而且他有那个 map 欸，近战员工都有，暗刃闪麒麟级，对，小心 map。现在他还不会放，120以上才可以放。全 S， 全 S。有复仇，难怪，难怪打那么痛。你给我去旁边哦，你，补铁。
我方母舰被集成，那太好了，古铁可以那个响舰可以被集成，那他就去那边吧。证书啊，证书在这边，看到了吗？有精灵炮，然后有超新星爆发。我记得在 OG 超新星爆发，我改满是7000还6800，就我这边就直接6500起跳、啊。他的牺牲是值得的，没错啊，他本来就应该牺牲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是，不是 ，EM 回复大，然后 HP 回复小，不用太担心了。OG 的300000都被我一回合打掉了 ，OG 的30几万的我都一回合干掉，这个说真的顶多10几万吧，而且他的 HP 回复小 ，OK 啦，除了比较硬以外，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。大绝一发，大绝很痛哦，要小心。我这边比较麻烦，果断什么？命中回避上升。我这边 SP 不够，不能开铁壁了。好，存档一下，试试看拉米亚去给他们揍。900多，哦，真棒！现在我可能要赌赌看拉米亚能不能一直发动分身。太痒了，因为在海里面。为什么这边两个就被打到了？看到那个一趴了吧？一趴，我竟然被打到！刚刚我两次被一趴打中，是在最厉害的地方。开铁壁原物防御干嘛？哦，开铁壁被打500D，我觉得右他的防御力其实没有拉塞尔这么大哎，拉塞尔的铁壁反而更猛。100D 200D 而已，分身哦，对，我右好像也有念动力。第三个存档，我存第三个存档，分身 yes。下一回就可以开铁壁了，壁里空气啊！南部响界之王，南部响界之师，他的牺牲绝对不会白费。贝欧夫是狼吗？贝欧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硬？骗谁啊 ？OG 你明明就没这样 ，OG 明明就没有这么猛。早在跟我骗人 ，OG 我看他随随便便就被干掉了。我记得被打一下1800-1900啊，然后打个两下就剩一点点血。我觉得他还是回去好了。
南部想借他还是回去。啊，四八。我记得我装备上面是有给他装甲。哎，有吗？八十二滴残血。分身分身，既然分身嘛，我还是不要赌好了。等一下没赌到，果然。中了，赌赌看分身啊，分身啊呀，哇，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，就剩下那一点点了，就剩下那一点点。噔噔噔噔。ここで死すようなものに用はない。讲话很呛哦，给我二十话，信不信话我把你干掉。这四百六十七而已，他没有复仇加念动力长，他的伤害就变超低。我们来看一下拉米亚开铁臂下去啊，他究竟能不能挡住，他能不能挡住敌人的攻击？这让我觉得很好奇。来，我们来说服一下。329滴，挑战极限。貴様らの陣形利用させてもらう。还有两回合。これで。このわけにはいかん。やつに手の内を読まれている。我らの決意を思い知れ。对啊。后面还是被我们搞定了、啊，分身，不打的，直接闪开嘞！我觉得拉米亚还蛮猛的，分身到底啊，几乎啊，好了，不过还是不要这样。用友情帮他一下。嗯？信赖。啊，帮他一下，两千多滴应该可以撑，铁臂一回合。海 A， 破盾者，这一台就叫破盾者了。奇怪，你上面名叫海 A， 为什么进到海里面变这么弱？厕所吗？不强啊！等我一下。我去厕所一下。命など惜しくはない。
我现在觉得说，如果两，他说八回合以内嘛，加杯合的话还有两，还有一回合，两回合的时间，我觉得应该 OK 哦。我们继续，不能按键杀。古人加斯特战车当然没有按键杀，不过如果让它变回去普通状态的话，就有按键杀咯。哦，我觉得有可能挑战成功。拉米亚那边只要一直放那个群体攻击，在这两。这台这边的话可能需要另外一台打，有难度哦。Map 欧系 T 系只有一个火神炮，海滨。以前阿法一最喜欢听的音乐。这个就是那个凶鸟 NK3 的射击特化。可以可以，放 map 一定可以搞定很多台。不过他 P 系吗？哎 ，P 系耶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契合，没有，没有契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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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47，我是不太想要给这个白金号的梨，后面会直接背叛的、啊。看一下谁有那个一级脱离，艾克赛琳，看一下哦，臂力13呢？给他拖一下，哎，103，噔噔，哇，命中率也太，命中率是不是也太低啊？海滨
哇，希望你也会。对，靠他们两个应该是可以拿到的。圣树的话，下一回应该可以到这边，然后放到这些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不过我必须要赶快帮他清一条路。存档，这张打还要我刚存档，要不然的话不就浪费一回合？109。OK， 等我一下。我现在在努力挑战，说能不能在下一回合时间，圣树可以到得了那个地方。我还担心说下一回合圣树的气力还不够，哎，还有120啊。哎，雷切尔也不在这，雷切尔在这边直接放大激励，每个人气力都直接上升到底。火线，我指定还买了不少东西啊。要等火线纵横的话，至少等半年以后吧。半年以后可能才有可能。18%，哎，必中。有啊。他好像有啊，我记得那个 SD 钢弹最新的，应该就火线纵横吧，最新的，他有在Steam啊，特价好像900多吧。为了啥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以为你是Steam版的。加机版的本来价格就不会打折。啊，加机的你是实体。必须死敌，必须死敌是怎么回事？他是直接安装吗？还是说就是用指定死敌？八方旅人，八方旅人的话也是等他特价吧，而且现在很多游戏啊，我才买了那个。其他游戏呢？前几天啊，然后现在有2077是那个另外一个人赞算赞助的啦，是12.9G，所以Steam很方便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基本上很容易特价，2400竟然没死。
外包装1000多，好贵。我看一下，要不然你去 Steam 看一下那火线纵横，因为说 PC 上面的游戏，我第一个先看的就是 Steam 有没有，因为 Steam 之后一定会有特价，有的话就可以了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热能角。15欸，我觉得他要放 map， 他一定要放。玻璃只有艾克赛琳啊，其他人来不了。还是谁有那个武器？啊，不行啊，他有全能防御啊。蓝色范围，对啊。哦，那个啊，那我大概懂意思了。这样的话还不错耶。那艾比斯你最弱哦，一二一二，他七力一百二，他七力一百二，到了，他七力一百二了。每一代总要有新的功能嘛，不然很容易被人家说水来水去的。9%，好弱，白金号舰长。在海底，以前都要回船里。反正目前现在的情况不会去，没办法去玩那个火线纵横，八方旅人也没办法。要拿到他们最强器才会加入。我现在纵横感觉要切好像更难呢。啊，我只知道那个要放 map 了，放 map 下去一定好几台爆掉。终极突击，不不不，我耳机在叫没电，精灵炮，等等一下看，不要放太大 map 就好了。好了，先充电啊。
是开放购买，开放购买，只能慢慢刷 get 条或者赌交换。而这样看起来好像，你如果不想浓的话，你也可以用高难度的情况下快速加入嘛。这样好像还行啊。觉得攻击切割了，那我换另外一个。70%多都闪开了。OK 啊，晚点见了。骨铁要爆，骨铁要爆了。存档一下，看能不能堵过去。指向性炸裂弹，撑住啊！哦，撑住了。YouTube 卡了，我看一下哦。目前状况算极佳了 ，YouTube 目前还行还行，目前 OK。重新整理一下，有时候是时间太久，它需要重新整理。好，换这边存档。60D。6000D 刚好打剩60D。哦，搞定搞定，算是搞定了。分身到底，超音速旋风突袭，等一下一定放妹盒。原物设定没有那快捷键吗？我很希望说能不能像阿法2一样，原物设定直接按正方形取消掉，明明就出的时间比阿法2还要晚。我就知道，哦，还行还行，差一点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。不过我还是赶上了，我赶上了。古铁差点爆炸，拉米亚差点爆炸，然后我们的尤尼也没爆炸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家都没有爆炸，没败。接下来就看拉米亚能不能幻影凤凰是打不了了，有没有补给？补给补给啊，没有。4900，我觉得不行。要赌说用幻影剑暴击，觉得太勉强他了。
对，气力最高150，不过你可以学技能，气力就先突破到170。魔戒三第三集每次都拍最多，一定他拍最多，开加速的给他开下去了。啊！差一点，差一点就到了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这一台挡住啊？差一点就到了。伏击啊！狙击。哎，卡奇娜有加速哦！站站站站站！啊啊啊！还是一样不行。古铁呢？古铁不可能啊！艾比斯也别想。破血弹，不笑。对，亮斗的那个精神力太少，67%。哦，我的天哪！米纳斯提利斯就是白色的城堡嘛，它有一棵白色的树，我记得它有那个白色的树，没错。然后后面被那个白痴城那个国王害惨，然后让甘道夫变成代理指挥。甘道夫可是近战的哦。一击必杀！啊，开热血才4000。九美，我吃我。有九美。对啊，甘道夫不全场，然后后面那个国王醒来之后还是很笨，但是直接冲过去要烧他儿子，然后就之后那个甘道夫过来打下去啊，然后他就直接被打到那个木材上，然后看到儿子竟然活着。然后就他之后才会开始痛啊啊！然后边叫，然后就直接冲，就直接跑掉了。他边叫边跑。虽然他会背叛，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他的精神很好用。他有狙击，又有避重，还有铁臂，根本就是一个战舰非常棒的技能。再来个突击的话，他就是完美的舰长。哎，银顺，银顺利，而且他的烟消耗不大啊，伤害3800，然后消耗30，对一个战舰来说还算很棒。哦，海 S， 他直接挡开，他直接挡路哎。啊！我现在在想说我要怎么办。单靠拉米亚，我觉得是没办法打赢他。这边又没有再动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先存第二个档，然后我读取第一个。
对，我突然想到，啊不行，阿拉德跟拉米亚如果小队的话，这样反而会那个，把拉米亚的一次性行动力耗掉。感应，一验五三，一二三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用这个感应，然后开集中，不开铁壁，一二三，这边的话就可以用幻影凤凰，那这样没问题了。幻影凤凰情况下就不用担心被干用掉了，开不见了，开我没派，还没派，他等级蛮高的，他上一关我已经给他用蛮高等级，所以就没有派了。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一焰五十，还好发动分身不需要吃一焰。对，你要看暗镜杀在这边。暗镜杀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こっちとら負けるつもりはねえんだ。あんたの運命決まったぜ。什么叫勾剑啊？他没有讲暗箭杀，安托达。哟，你在讲什么啊你？讲的超不一样的、啊。不知道能不能让正数上那个古人加斯特。我突然也突发奇想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呢？敌人剩下一些些了，疾风剑，目前还 OK 呢 ，All OK。我觉得开他讲的非常的，不是那个幼啊，非常的逗趣。目前还算 OK， 不至于到很难。接下来就是如何清兵而已啦，就一边拿隐藏要素，然后一边拿熟练度，这方面比较麻烦一点。话说我好像都从头到尾没有让艾比斯打过哎、欸。
艾比斯已经要被我放到冷宫里面，他还没合体之前真的不太行。2600，那可以要拿。等一下，如果敌人撤退就不用拿，他会自动直接收进去。再来两个敌人，其他全部人退开啊。哦，存档。等一下用凤凰飞剑就可以了。搞定，熟练度拿到了。SP 营养液 ，SP 营养液，推进剂除罐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。完全不 OK 啊！好了，是的。反正也打不赢他，因为这一关初级数只有11，到后面的初级数20多啊。如果20台的话，加大家精神力足够，开魂，然后开觉醒啊，然后期待，我应该是可以打赢他的。因为 OG 1都已经可以打掉30万了 ，OG 2来个40万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不要太阴就好了，拖力给他拖到底啊。哇，这一关玩了快2个小时，为了拿这隐藏要素，拉多你沮丧。是啊，我要把塞欧拉一定会变同伴。大胡子很像。大胡子钢弹不是那个吗？倒 A， 原来不是哦，我以为他在讲倒 A。宇宙诺亚奇，对，等等要继续看门狗。看门狗结束之后，我就要换了2077。对，微雷达变成微地达翻译啦，因为毕竟。没什么正式翻译，因为在那时候啊，后来到 OGND 它才有那个正式的中文版，那时候翻译才算是万代正式的翻译啊。在那之前，这些所谓的中文名称全部都只有那民间去自己翻译的音译啊，声音翻译啊，就用发音翻译。
好，马上把骨铁换下来。现在说那个阿拉德比较适合骨铁，那我就给他用骨铁。飞机两件，然后白骑士是拉托尼，猛禽就用艾克赛琳吧，看多适合啊！骨铁这阿拉德，反正上一话剧情里面不是这样说吗？阿拉德更适合骨铁这样类型的，那我就给他换上去啊。来看一下 upgrade 有谁要换？拉达，哦，空入雨都是 S 哎。这才是他真正的归宿，你给我回去。看一下，应该很多人都有了，你又有了、啊、你，那你就用修理技能吧。SP 回复，勇猛，集中力，射击弹果断，勇猛。拉塞尔总算可以学了，双重感应器，好 ，OK， 那先到这边休息一下，那等一下就换看门狗继续，然后把看门狗破完之后，我就接着2077也放在看门狗这个时段 ，OK， 那晚点见喽。哈哈哈哈。